光復香港，五大訴求，咁多謝啱啱林朗賢嘅分享啦，希望在座所有同學都會緊記翻啱啱講到嘅嘢，同埋承諾咗自己嘅。我哋而家有請守護孩子嘅成員黎婆婆，我哋都可以叫佢英姐。佢會介紹點解佢會加入守護孩子，同埋點解會有保護學生嘅諗法，同埋佢會同我哋分享佢喺大學入邊嘅經歷。我哋有請英姐。各位好，香港人加油！我本身咧就係守護孩子成員之一嘅，喺呢場運動之中，我好高興，亦可以話年青人是改變整個世界，介紹了中共的政權是怎樣欺壓我們香港。我很生氣，很憤慨，因為在這場運動之中，很多年輕人因為失去生命、受傷、被捕、強姦。我在這段時間是由七月開始一直參加過，亦睇過好多場係好殘暴嘅嘢，有人有人形嘅物體話我哋係暴徒。如果我哋係暴徒嘅，咁警察應該係納粹黨軍啊！你哋話係唔係啊？我喺中大嗰陣時，同埋理大嗰陣時所見到嘅嘢，令我好心痛，令我好憤慨。令我好無奈，在中大在二橋那裡好像一個戰爭廢墟，好令人唏噓，一個這麼好的校園竟然搞到這樣。而那些曱甴生命力這麼強，他個個都好像快要死了，你可想而知當時的毒素是多高，雀仔一早已經死了。但有一件事，那些年輕人就咁喺度地下瞓，因為佢哋好驚，驚乜嘢？驚警察會衝入嚟，所以喺二橋嗰啲手足兄弟，佢通宵喺度留守。當時個夜晚係好凍，天氣真係好凍，佢哋都係咁喺留守。到第二日啦，大清早，我見到佢哋一班人喺度做乜嘢？清理垃圾啊！佢哋仲將啲垃圾分類嘅嘢。清理校園啦，送俾警總啦，當係聖誕快樂啦，祝佢哋。但呢個冇可能嘅，只係苦中作樂，因為嗰啲彈殼殘留嘅物質係好有高毒素嘅。只不過冇辦法啦，喺咁嘅環境，有時都要講下笑嘅。喺理大嗰度情況更惡劣，因為咧警方咧已經捉咗好多醫護啦。記者啦，變咗喺理大嘅情況，個醫護係唔足夠嘅。我哋守護孩子，就做當充埋呢個角色啦。當前線嗰啲俾啲水炮車車咗之後，水炮車射咗之後，佢哋走上嚟，我哋就叫佢除曬啲衫，整翻條底褲，再同佢沖涼。當一沖涼嗰時，十幾人一齊大嗌，好痛好痛。我哋個心好痛，我哋跟住就同佢捽下啲簡液，同佢洗曬嗰啲藍色水。跟住我哋因為物資係唔夠嘅，冇大毛巾，唯有用啲小毛巾同佢滲乾佢哋身上啲水。跟住我嗱嗱聲又同佢哋搽蘆薈，我而係戴咗膠手套嘅，但我都感覺嗰啲皮膚係滾嘅，佢哋根本佢啲皮膚起碼二級燒傷嘅程度。所以佢當時係痛得咁緊要，令我哋好心痛。仲有稍為佢哋冇咁痛之後，佢哋竟然又再衝翻上前線。當時我真係喊得句句，佢哋嗰個情況其實已經好惡劣，再中水炮車嘅水，個痛楚程度更高，更傷。因為在理大嗰啲水炮車水是加了料嘅，佢比清真寺係濃了很多嘅，傷害更大。同埋有啲女性嘅
因為那裡多數是男士多，因為女性不是多，所以呢我就救護就說我們信你守護孩子，所以呢叫我帶幾個女仔下去較為隱蔽的地方等你休息，那我帶了他們下去，那他們說你睡呢，我在那裡看著，他們又睡不著，跟著個多鐘頭他們稍微好轉，他說不放心的兄弟叫我，他說我們要上回去，那說你們上我就跟你們一起上，上到去我只是說你們小心，他說壓下個頭就在消失我眼中，當時我很無奈，我只是祈禱希望你大所有人都平安。有人問我你守護孩子的是不是收了錢啊，我說如果這份工是要被捕的受傷的你會不會去做啊，我們守護孩子個個都是義工來的，個個都是出錢的，我們買的裝備都是自己買的，我們現在還有一樣，我們還要學習一下怎樣救護，所以我們是會有生理鹽水啊，有哮喘藥啊，因為很多時候是街坊來的，當街坊或者走過被那些、警察射些催淚煙啊受傷啊，那我們就會趕快拉在一個安全地方跟他洗眼啊，或者做其他事情，我們的工作可以說有限，但我們會永遠不會跟年輕人割席的，因為他們付出太多了，我只可以在這裡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多謝。就會有另外一位同學叫做 C 同學的分享。好，其實我是一個和理飛，其實呢由運動的初期，其實第一次的遊行其實我是沒有出到去，因為其實我撞正 final exam， 其實我很慶幸我家裡不是一個男的家庭，不是一個所謂中立的家庭，由可能國教開始他們會帶我去政府總部到靜坐，去到佔中在一個比較安全的環境下，他們會帶我去看看當時的環境，比我了解一下社會發生什麼事，從而去 build up 了其實我一個公民意識。其實我很慶幸我家可以給到一個環境我去跟他們談一些我的政治立場，不會因為我們政治立場不同而去吵架。其實我真的很慶幸這一件事。其實在這場運動是一個和理非，其實很多時候我都覺得很無力，可能大多數現在在這裡參加集會的人跟我都一樣，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麼。其實在運動的中期，其實我很多時候都問自己到底有什麼可以做到幫到他們呢，除了是坐在家裡看著電視然後晚上睡不著，又或者做下文宣的時候，我有沒有可以做更加多呢？其實有的，去可能做國際宣傳啦， Twitter 那裡，可能在關注組那裡出 po 啊，叫多些同學關注啊，其實人鏈等等，其實都是去形成了一個很好的號召力啦，去讓政府或者香港市民知道其實青年人的聲音是什麼啦。其實我覺得啲人話要放棄呢一代嘅年青人，講真的，其實未來係由我哋年青人去主宰，唔應該係由佢哋決定我哋嘅未來咯。我哋嘅未來係應該把握喺自己手上面，我哋應該係為自己未來去付出啦。同埋其實講真的，我喺前幾日，我喺旺角度啦，我見到一班防暴，我以前從來冇驚過警察噶，我好像第一次咁近距離接觸到防暴啦。我以前是即係過呢幾個月，可能見到警車我都不會怕啦。但是那天我在旺角度，其實我爭可能三十 cm 都冇啦，我就會撞落一班防暴度。其實那天我真的很怕，
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的撞了他的時候我會受到什麼的對待。由細到大我家人告訴我的時候有事是要找警察，去到現在我們個個都不敢找警察，因為我們不夠膽相信他們。是誰造成的？不是我們造成的，一隻手掌拍不響的，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所以其實我覺得所有的因由不應該是因為抗爭者而開始，而又是由一個政府的腐敗而開始。所以其實我很希望所有和理非又好，勇武又好，不要覺得自己很無用，或者有時覺得無力的時候就想放棄。因為我們這場仗未完的，我們總會有成功的一天，我們總有一天會在波底上相見。所以就是這樣了。